你个屌毛！你这里都开，你看都开出大白肉了吗？啊，我没干呀，这个。电话都不听你的，还侄儿。不要变脸肉。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刀。今天呢，也是一个老朋友啊，他约我看块籽料啊，就在这上面，因为最近籽料确实很少嘛，我们一起看一下啊。到了啊。阿强。Hello。到了。啊，大哥，啊，你过来了。啊，来。钥匙呢？钥匙请坐嘛，别让我进去了。籽料啊。啊，必须的，是质量没问题的，大哥。你来看这个，我妈的，这个都是高货的，我给你看这个，你看，你这不是质量吧？哎，大哥，等一下，等一下，还没到，我就是他，我叫他带过来了，等一下，还没到啊，还没到，等一下马上到了，他给我，那你是骗我了？哎，你先看这个嘛，马上到是不是？马上到了。啊，没有多久，你先看、这个。磨完机的，对，色料啊，顶级货。来，进来。你这个是开垮了吗？这里都有黑点，而且你这边都漏底了。啊，漏底了，这个这么。这边啊，这边都没有色了，全种水啊，这边哪有色？那你给我看看哪里有色。啊，这边对对这，它应该这。而且你这边都是有黑点啊。不是啊，你跟我说看色料的嘛。色料的，纸的，帝王纸的。等一下，我给你要更久。哎，马上到了，好吧，先坐。哎，你打字，你打字。我不从。啊，先吃吧。不是，是我们边吃边等嘛。问一下要多久嘛？好吧。哎，好的，我跟他说一下。他说有块纸料，他说谁拿过来？我侄儿子。你侄儿子？我侄儿子。他说侄儿子啊，马上给他拿过来，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一下，好吧？稍等一下吧，他打电话问一下啊。我大哥的啊。大哥儿子，他对象。你大哥儿子啊？对。可以。你这料子太差了，那个六底呀，种水也差，这边没必要。这种料子我做吧，你放下面。你不修吗？我不修吧。好的，你这个大家有没有吃过？我啊，这是缅甸瓜子啊，缅甸的。那稍等一下啊，大哥。啊，稍等，我给他打个。我们稍等一下，好吧？他说有块籽料啊。Hello， 马家嘛，来。哦，那边 ，OK。哎，他马上到了啊，稍等一下。好。哎，到了。哦妈的！再来一点，来，等好了，妈这个，等。这就那个质量是吧？就这个质量了，大哥。来，大哥。哎，放上面自己放啊。好的。给你看，这个非常的顶级货，你也去看看。会卡的吗？是会卡的，老会卡的，打比老料，金毛皮的。行了，给。这料子纸料啊，开窗面积大，会卡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料子啊。这个料子呢，它的自然光，我们看见没有？就呈现出来的是紫色，然后呢有飘花啊。这个呢是废卡敞口的，我们知道废卡这个敞口呢起货啊，它是翻种水色的，翻种翻水翻色啊，然后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大面积的开窗，能看到啊，这个料子开得好啊，然后还有这边它是背两面开窗啊，来看一下，我去，这种紫色现在少啊，但是废卡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堵裂，明白吗？现在这边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变种啊之类的。变种不变色了。不变种啊，这边呢是房屋，房屋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啊。房屋底下出高货的。房屋底下出高货，哎、那没出怎么办呢？哎、你干嘛开窗这么大了？大哥，绝对是明亮，这个没有漆黑了，这个。嗯，有点胶感啊。嗯，这边呢，因为是老皮啊，没什么表现，品质还可以啊。多少钱？这个我给你35万嘛，大哥。35万。三十五万，你看这个顶级货，现在这么大。那我要吃点瓜子了。啊，可以的。哎呀，可能边吃边聊，好吧。35万肯定是贵了，嗯。水头短了点。水头，你看现在都像这种你知道都很难找到了，现在都很少了。都很少了，真的顶级货了。20万一粒。20万以内真的有点低了，这样我要不都跟你说嘛，我少给你一点嘛，这个这么大我跟你
33万嘛，好吧。真的大哥，我这个这么大的料子，我真的是33万，我也没有赚钱，我就拿我本钱而已的。等一下，我把你瓜子吃完了，石头没买。啊，没关系，大哥，这个好事慢慢摸嘛，都是好东西的哈、对不对？哎，大哥，这个价真的也漏了，人家其他的老板都就这两面开窗是吧？哎，这里面开窗了。嗯，老皮老料了，陈建勇的是吧？你也懂号的，对不对？其他的货主那肯定要你这80多万的、100万的，但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话，我后面20万左右啊，可以的。但你要30多万这条装，估计搞不定。啊，20左右的话，电动车利润太低了，大哥。你就只有这两面开窗嘛，别的位置没有。你慢慢看，慢慢研究嘛，大概。这背面还没看哦，背面没开的嘛。哎，你个屌毛！怎么你这里都开，你看都开出大白肉了吗？啊，我没看呀，这个大哥真的。你自己看是不是大白肉？个屌毛！你给我搞这种！真的不好意思，俺都我可两块肉变了。你看看大哥。来，你这个20万我都给不到，我跟你讲，你跟我玩这套路啊！真的，大哥，我也不知道，我叫他开了开这边了，谁把他后面有把他搞成这样了、我都给你发照片了，这我都是这个就看照片没有给我看这边啊！啊，来，大哥，是的，真的不好意思，大哥。那这边是谁开的？应该是我这个G20他开的。意思是你把料子给他，他把你料子开穿了啊？对，是这样的，是不是？你问清楚一下。那、我这样，大哥是这样，真的不好意思啊。嗯。我跟你说，这个都是盲指的，现在你看这样的，我真的是实在真的很抱歉了，大哥，真的。你这个，如果说是你侄儿子开的呢，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我说直接一点，你料子开涨了，让你侄儿子想把他这边也开了，这边如果说全是紫色。那价格翻好几番，对的，他也是这样想的。后面嘛，他又可多了一斤嘛，你看嘛，还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指导的话应该到这个差不多。你现在不要跟我谈应该了，你这料子开垮了，我现在是真的收都不收了。啊，别这样嘛。你这个大白肉我还怎么收呢？对不对？哎、你开垮了这料子。这个。对不对？你那饲料也是开垮了。但是便宜点，几万块钱这个料子还是可以收的啊，几万块钱还是可以收啊。真的是这个不行，大哥，我跟你本来是说好的嘛，对不对？我现在真的抱歉了，大哥。我现在我跟他，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可以。瓜子吃了别人几包。怎么不接电话了？啊、这个我也可回脑了、电话都不接你的还值不要不要别来了我先处理一下事情真的没事算了这料子下次我们再谈吧好吧这几万块钱肯定是可以收的啊几万块钱那行嘛面叫他不要骗你了面弄弄面不要你叫就再弄再让他标他过我跟你讲啊，兄弟，你侄儿现在连你电话都不接，那不用说，这肯定是他弄的，好吧？我多的不说了，抱歉了，抱歉。没事，下次有好料子给我讲。我把这个事情我处理了啊。OK， 慢走啊。你这个就是典型，你侄儿把你料子想拿去搞。好的，这个实在很抱歉，这实在很不好意思啊，慢走啊。OK， 那这个呢料子我们就没收下来啊。典型的他侄儿啊、想把他料子拿去开涨，然后再卖钱，谁知道开垮了啊！幸好还是多看了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啊。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点赞关注交流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